从以前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就是他可能是碰了酒跟赌钱这两个东西，就害我的家就是可能过得不是很好。然后多久没有讲话了？大概三年了吧。三年了都不讲话？对，我辞职然后过来这边追梦，之前家人是反对的，所以我在这边想跟他们说，就是不管如何我还是会做完了过后我还是会回家。想念家人吗？非常非常。这首歌是我爸爸告别式上面的背景音乐，其实我心情一直在调试，我想用这首歌献给我天上的爸爸，让他看到我在超我的成就。我觉得妈妈养我还有哥哥很辛苦，但是他就是从来没有怨言，或者是，然后他就是我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，然后我很感激。十五首动人旋律，串联十五个爱的故事。有时候孤单得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我想被牵挂过一天，虽然我不知你记住的感觉，但是我会一直唱到无你那边有够时大，不免等雨停。世间有阿母相Story， 超级偶像，实现你的梦想。